元宵节民间俗称小过年，嘛就是讲过完元宵节，旧历新年再算过一段落。新港乡公所19号暗时，伫新市镇公园举办元宵晚会，除了准备相当侪五彩奖品以外，拄啊拄到真难得超级月亮，和现场更加热闹。歌手伫台顶唱歌跳舞，现场是相当热闹。元宵节是过年最后一个节日，俗称小过年。因此，乡公所准备了真侪奖品，予民众会当扎进去。今仔是阮新港乡的公所嘞，今日一度举办这个元宵节这个活动，因为嘞，今仔日嘞，每一个乡亲来嘞，拢有发一个歌厅互因，啊，佫一张五彩签。会当讲吼，真济乡亲嘞，今仔日天气真好，出来参加，也是咱公所所办的这个庆元宵的这个节日，一只嘞，我来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今年元宵节拄啊拄到超级月亮，原本气象局苹果中部地区可能因为云伤高，无啊多看到。好佳在伫暗花开始进前，月亮就出现伫大家眼前，予现场民众是相当欢喜。杨秋生化妆表示，公所经费有限，因此暗花大多数由在地社团甲社区民众就台表演，唔来到予民众发挥平时所学的，更加会当把经费省落来，花开予大家。会当予民众斗阵，欢喜过元宵，才是上重要的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新港采访报道。